爱奇艺综艺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的训练生李振宁。我什么都不想跟他说，为什么你们每次问的问题都是这样的？因为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。然后就有听过蝴蝶效应吗？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，说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会改变你未来的很多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不想去改变什么事情，然后就让它顺其自然的过来，就该吃的苦就吃，就是然后该学到东西就学。哎呀，不是很敢想，就是，我就想着如果。就是我一般我都会往最坏的方向去想，然后就一般会想着说不能出道的话我应该去干嘛，然后我是会想着说我还是会就是活在舞台上嘛。就是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，然后就是我有看到你们就是很用力的挥舞着我的手幅或者灯牌，然后其实我都看得到你们每一个人，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没有被我看到，其实我看到了每一个人。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十分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，然后在未来我想和你们一起走得更远，然后想让自己有更多的舞台带给你们，所以请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